彭嘉丽呢日嚟到商台宣传佢嘅首张福音碟《重生重生》，今次呢只碟嘅诞生其实都系一场缘分嚟噶。我去年去了北愛爾蘭啦，就去報道分享啦，然後有一對華人的夫婦就聽了我分享之後就話我又好有感動，我想支持你去做一張福音唱片，就主要的作用就是傳福音咁樣。咁跟住我就拎住呢一個 budget 就翻咗嚟香港做呢個製作啦。有一首歌是比較特別啲嘅，就是我翻唱了億年的《只可活一次》。咁因為咧，其實我呢個唱片咧，除了我之外咧，仲有另一位監製就是馮景輝。馮景輝輝哥，咁佢都係當年阿億年嘅監製嚟嘅，而且呢首歌係當年佢特登寫俾億年唱嘅。我諗起億年都開心，因為其實佢係我偶像嚟嘅，我真係好中意億年嘅，好中意佢把聲。咁我其實即係我話可以 cover 到佢嘅歌，其實都戰戰兢兢同埋好開心咯。適逢入行30年，會唔會順便開個演唱會啊？而家其實都同一啲。好朋友啦，一啲新識嘅朋友啦，都喺度計劃緊，咁希望出年都會有一啲有一啲事情發生啦。今年入行30周年，係啦，咁就原本是想有想過今年搞演唱會，但是實在太忙，太多濕碎嘢，所以就今年趕唔切籌備啦，係啊。